我们山美水美不更美，底下就是厕所。为啥给你咱们这企划呢？味道足，味道行。这些都可以吃吗？还可以吃。那先坐着。大爷那边说，咔来来坐，咱们咔开始造。一定要认真，一定要吃这么好。整那个，完事开造。爸爸到啊！哎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快快快，用筷。儿子拿筷，快点给我筷上。哎呀，这顿美餐呢，还有锅包肉。早上没吃饭嘛，我这哎，还得都倒里吧。行了，倒里吧。快把垃圾。现在吃了啊。那我得吃啊。哇，太浪费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看那声，你看那块。哎呀妈！来特写了，我的天！